韩国三大典礼之一的白象艺术大赏将于6月5号举行。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开放观众进场，但光看这个入围名单就已经太精彩。在奥斯卡狂拿四项大奖的寄生上流，在白象入围名单中依然是来势汹汹。除了新人导演赏之外的每个奖项都被提名，一共入围了12项，完全超级猛。而电视部门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男女主的部分啦，这名单根本可以说是神仙打架。山茶花开始与爱的迫降男女主双双入围视帝后，也让粉丝超期待两对 CP 能手牵手入场。除了孔晓振与孙艺珍之外，同样入围女子最优秀演技赏的还有大满贯影后金惠秀。本剧双料入围影视后的惊喜爱，以及在一片资深大前辈之中杀出重围的满月社长 IU。 死亡之组到底会降落谁家，就交给评审来苦恼咯。